好事回头的好。王菲谢霆锋这对世纪姐弟恋走到哪儿，哪里就有娱乐版头条。昨日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天后王菲在早前出席完好友的生日 party 后，又被网友在机场成功的捕获。不过身边没有谢霆锋，照片中菲姐一人风尘仆仆的拉着行李箱，一边不停打电话，一边在机场四处的张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菲姐到底找什么呢？有网友走近王菲时，看见她打电话的神情极其紧张，嘴边还喊着谢霆锋的名字，网友瞬间柯南上身，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王菲和谢霆锋肯定在机场走散了，不然一向低调的王菲。